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cky。星期一朝早翻到公司，又点少得一杯香浓又提神的咖啡呢？呢部日本 Tofi Aroma 自动研磨咖啡机，一个掣就可以做到磨豆同擂煮两个工序。等我试下点用啦。咖啡机有磨豆同擂煮二合一功能，里面配件有过滤座、滤网、磨豆机盖同埋凉羹，可以选择以咖啡粉或者系咖啡豆冲泡。想饮咖啡的时候，只要打开咖啡机同磨豆机盖，倒入12克咖啡豆，再在水箱注入200ml 水，按了边个掣之后，大约会有10秒时间磨豆，然后咖啡就会开始滴流，再等3分半钟就可以饮噶啦。咖啡机身轻巧细小，你都不会占据太多空间，配件用水清洗就 OK 噶啦。注意要将咖啡渣彻底冲走，如果唔系就会有倒塞的情况。如果可以花多少少创意和心思，每一日都可以冲出不同款式的咖啡。话咁快，3分半钟就可以冲完一杯咖啡啦，的而且确咧系非常之悭时间同埋快捷嘅，而且咧仲唔使特登分开磨豆咁麻烦，对手冲咖啡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。Yoo-hoo！